宝来，把媳妇打跑了。没打他，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生气跑了。他跑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给他妹妹、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。呀，能不能出啥事儿啊？不能吧，他带着朋友跟大波一块走。呀，他们能去哪儿去呢？哎，宝来，他能不能去他老舅家了？去他老舅那儿，您怎么知道？他老舅给我一天生日啊。哪天啊？你说哪天？今天呗。哎呀，今天我都忘给您过生日了，你说怎么忘了呢？行了，忘就忘了。现在咱们一家子一个个一脑门子官司了，不过就不过了。你忘了，去年艾美老舅过生日，你们都去了，我还跟你生气了。不在家给你妈过生日，却跑去给你媳妇老舅过生日，你都忘了？没有没有，哎，我没想到呢，他应该去他老舅那儿。我都吓我一跳。找回来！是是是是，这爸，我给他找回来，我给他找回来，您别着急啊，我肯定给他找回来啊啊！今天我简直太高兴了，看出来了，可以呀，挺有眼力劲儿，喜贺。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，通过大家的集资还有借来的钱，我们进货的流动资金全部够用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。好，大家都是股东，从今往后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，也为了公司的发展壮大，我们必须要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让我们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，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能不能少吃点大葱啊？我吃大葱关你什么事儿？吃吧。哼，我吃了大葱一辈子了，没人管，你管。都说了吃吧，我不管了还不行吗？你怎么了？他一进屋就耷了个脑袋，怎么着？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？没事，特别好，吃啊！别为许远的事闹心了啊！我已经跟赵金志说了，让他给你介绍介绍竹子，他已经答应了。哎，我看那竹子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的，你也主动点儿啊！啊，请人家吃吃饭。唱唱歌什么的，哎，你们俩要是成了，我给你俩买套别墅，让你们出去住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我现在说还晚吗？你到底喜不喜欢竹子？实话呀，你到底喜不喜欢？喜欢。问去吧，只要竹子肯嫁，我就敢娶。这你说的？我说的。那好，哈，这货心里有数了。嗯，哎呀，大哥，吃这么点啊？上火，吃不下。上什么火？小潘，过来吃。我就吃一口，在这吃得了。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，你没听见呢？不是，我就吃个饭，坐哪儿吃不一样啊？咋那么事儿呢？三哥，让你过你就过去，一会儿王科长见。小潘，你别以为你说话没听见啊，你嘟嘟囔囔的。我告诉你张三啊，啥该说啥不该说，你心里有点数。
青哥，你俩这咋了？急赤白脸的这两天。他，就那德行了。更年期提前了啊！什么事只能占便宜，一点亏都不能吃，不爱搭理他。是不是因为回扣的事儿？嗯。不是啊，什么回扣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别瞎说，知道不？哎，三哥，这事儿谁心里没点数？他王氏有爱吃独食儿，你就跟他要，少一分都不行。你都知道了，三哥，这点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是？你这话说没影了啊！啊，这么的。这顿就这么地了，回头各请吃饭啊。走。英子，我回来了啊。红春，你怎么抱个坛子回来了？酒，这坛子里边可都是酒。哪来的酒啊？酒厂的那个齐永利不是欠我们工资吗？啊，我管他要钱不给，我们就搬酒呗。能行吗？啥玩意儿行不行呢？他欠我们工资就行了。哎，洪志，啊，城里的艾梅大姐来了，给咱爸过生日来了。艾梅大姐来了？啊。哎呀，艾梅大姐有心了，到哪儿了？去深园子给咱爸过的生日。晚上回来吃饭，说要在咱家住几天，还把泡泡跟大奔都带来了，是吧？啊，我寻思咱好好准备准备呀。那咱们必须得准备啊！啊，你去摘点新鲜的菜，我一会儿把那只大公鸡也杀了。行，酒咱也有了。建宇，我真的要感谢你。什么是朋友？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了一把，那才叫真朋友。跟我就别客气了吧，你有困难我能不帮忙吗？那也不是谁都能帮我的呀。咱俩什么关系啊？这么说你可就见外了。咱十几岁就认识了，怎么说也算是情同手足了吧。嗯，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建宇，有了你的这笔钱，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算基本解决了。到时候等公司发展起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能对你的公司发展有帮助，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有了你这样的鼓励，我们公司要是干不好，那就太辜负你了。建宇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告诉我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。虽然我没什么酒量，那我也要陪你一醉方休。行啊，咱们回去随时联系。行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先挂了啊。啊，好。影响你了吧？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你不是要退股吗？把钱给送过来。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？是我着急吗？是你催了我好多次。我是催过你，但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，你没有把钱给我送过来，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不退股了。你耍我呢？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。我跟你说话够客气了。不客气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，那个时候我的流动资金紧张，现在我让我的财务把这些钱给你准备好，亲自给你送过来，你说你不退了，这不是耍我吗？赵金志，你话说反了吧？是我在耍你吗？是你在耍我。
在事业上你还敷衍我。赵金枝，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了，或者你不想再继续跟我做夫妻了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没有必要耍那么多心眼，使那么多手腕。你现在让我彻底看明白，你太着急了，你着急到要拿着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。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一脚就把我给踢出去了？但我告诉你，感情的事儿我们可以单算，退股我不同意。拿着钱，回去吧。孩子，你说来说去好像你浑身都是理啊，你怎么不好好看看你自己呢？近一段时间，你是不是跟毕建宇走得过于密切？刚才我进屋的时候还听到你在电话里跟他亲密的交谈，亲密到一醉方休。是我敷衍你，还是你敷衍我？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。赵金枝，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？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非常清楚，你总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，你让我越来越觉得你在借题发挥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沛公是什么？你给我指出来沛公在哪里。我不想跟你吵，拿着钱赶紧走。我既然送来了，就没想拿回去，留着慢慢用，好好发展你的事业。我寻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你还非得吃这玉米土豆。英子，你可说错了，就这些才有营养呢。大姐就得意这口。也是哈，你说你们城里人天天大米呀、白面呢、鱼肉啊，估计都吃够了。哎，姐，你说你们现在城里人生活可真好哈。英子，你们羡慕我们城里人，我们城里人还羡慕你们呢。你看看。你们这多好啊，空气好，水好，这些吃的都没有农药和化肥。大姐，要不咱们换换？行啊，明天大姐搬回来，你去搬大姐家住。行。琼子，你土匪呀你，还抢上了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？你可拉倒吧，你说谁土匪啊？欠工资不给，你以为你周扒皮你啊？再说一遍，秦站长，这咋的了？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老举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都干什么了？我们干什么了？他干啥了？他带头到我们酒厂去抢酒。你说啥呢？红军，你咋抢人家这秦厂长的酒啊？你不知道，他们呀欠我们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，我们搬点酒怎么了？拿点酒还犯法呀？当然犯法，你小子就是个法盲，我欠你工资。你可以跟我打官司，跟我要。你去酒厂抢酒，这就是入室抢劫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啊，赶紧把酒给我拿回来。你要不拿回来，我报警，我收拾你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你收拾收拾，我看看啊。我今天今天就不给你酒了。我看你们谁敢进屋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哎呀，把你小子横的啊！进屋，把酒给我搬回去。哎呀，谁敢？打起来了呢！帮我试试！看你们谁敢进来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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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呀，大姐夫，怎么回事？许厂长，齐永利，你干嘛？许厂长，那什么，他们家红志啊，我欠他点工资，哎，他就带人，到酒厂去抢酒。你那酒厂是不是生意挺好的吗？你怎么会欠人工资呢？许厂长，你不知道，这我老婆呀得了癌症，我带她到北京看病，我现在呀都快倾家荡产了。这么惨啊？许厂长，当初啊你说帮我调酒，那酒啊挺受欢迎的。 要不是我老婆有病，那生意肯定红火。同志，你把抢那个酒给人搬出来。啊，大姐夫，哎，别！秦永利，我告你啊，今天就看我姐夫面子，要不别说一坛子酒，你连一坛子水你也搬不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看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客气什么呀？谁让你欠人工资的？ 快乐啊！好好，看这事闹的。你说你来老舅家，你也不说一声，满叔还找你呢。我干嘛跟你说一声？ 今天下午我来看你，想跟你聊聊。其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讲，只是希望你能回家住。竹子，你回来吧。你不在啊，我还真的挺孤单的。咱妈说过，金窝银窝，赶不上自己的土窝。回来吧。 喂，亮子，啊，今天呀，今晚不行，我有事儿，啊，行，那你吃吧，啊，好嘞，嗯，拜拜。哎，松，做什么呢？那么香，我在院里就闻到了。辣馅饼呢，就是白菜馅饼。你怎么吃？我爱吃这个。帮你带点什么吧。你会吗？哎呦，这个小菜我今天就酱酱手艺。好嘞。 艾松，嗯，我今天去了趟工商局，了解了一下龙凤酒厂的具体情况。嗯，你们老韩家当时虽然入了股，但是、哎、那个燕子，你先别跟我说，你等我二姐来了一起跟我们说，听明白了一起研究怎么样？行，那就先烙馅饼。好。 你包的时候注意点啊，这个皮儿啊不能太薄，也不能太厚，太薄了容易露馅儿，太厚了烙不熟还不好吃。韩老师，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，我包的呀肯定不比你差。你看，哟，可以啊，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巧手媳妇儿。哎，做家务活一般。馅饼包的不错，也就会烙馅饼。<笑> 哎，你回来了。
馅饼马上好啊！马上就能吃。你俩这是过上日子了？啊？对啊，过上了，不就差你吗？你回来一起过啊。爱竹，你这是搬回来了？我要拿衣服。拿什么衣服？你拿衣服，弄这么大的箱子？东西多。生气了？没有吧，挺正常的。肯定生气了。他生什么气？吃醋了呗。快去看看。不能去。爱竹，爱竹，爱竹，那馅饼都烙好了，一起吃馅饼吧。你俩好好吃吧。爱竹，爱竹，馅饼好了，吃点再走。对呀，你吃。你不会孤单的。人呢？走了。他肯定是吃醋了。吃什么醋？肯定是误会了呗。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你来是替我们出主意的，他吃什么醋啊他？我来打个电话。不接，爱竹就是小性子女孩，也说不定她什么时候高兴，什么时候不高兴。行了，咱们烙馅饼。今天啊，我跟艾维呢，我们俩是特意来给您祝寿来了。今天你妈不也过生日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是是是，我记得我和你妈是同一天过生日。哎，老舅，您记性真好啊！是，哎，我妈的生日啊，这是年年都过，您这儿呢，我们都来的少，所以是今天我跟艾维我们俩商量好了，得特意得给您祝寿啊，是吧？老舅啊，他可会说了。我们大姐夫做的也好。那这，老舅，我呢，就我们俩啊，就代表老韩家小辈了，来敬您，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，得互相拍嘴。来，敬敬敬敬，您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大奔，用那个英语唱那个生日快乐叫什么？嗨，叫那嗨嗨什么？来。啊。对，怎么回事？今天都这么秀米呢？干啊，这杯里的这养鱼呢？来，这什么主题啊？喝酒还讲啥主题？就开心呗。对，开心嘛。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。宝莱，你看看这小狗长得像不像你？啊？像像像。你真没这狗好看。大姐，哎，姐夫，你们吃点水果。哎呦呀，谢谢谢谢。我陪孩子玩。好嘞，好。玩小狗呢。嗯。哎呀，不要走。
哎，大姐，大姐，我坐坐坐坐，来，快快快快快！这齐永利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肝癌，这北京、上海都去了，那钱花老鼻子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齐永利对他老婆还真挺好。哎，该说不说啊，这个齐永利对他媳妇还真是不错啊。哎，媳妇小满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是全村有名的大美人儿啊。那齐永利呀，年轻的时候家里穷，那小个子其貌不扬的，谁能想到小满能嫁给他呢？那小满他爸以前就是开烧锅的，齐永利能开那酒厂，那都是借了他老丈人的光。那就是说，他老婆要是不得病的话，那他这酒厂干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不错，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呢，卖的还老快了。哎，咱们今天晚上喝那个酒。就是他们酒厂出的，是吗？真不错啊，是吧？地道的酱香味儿。你这是夸我呢，那就是我挑的。你看看人家齐永利，就他那样的，你说他还自己能开个酒厂？你说你，咱俩现在给人打工，那不都是你妈安排的吗？哎，那个赵金志现在过得咋样？哎呀，老舅别提了，提起来呀、啊、全是眼泪。啊，张金志哭了。哎，笑啥呀？啊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跟你说一声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个表情。我二姐突然打电话说，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。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？你可以辅导辅导我呗。怎么，你的理想不是当老师吗？想法变了，准备做企业了？那倒是没有，我是觉得艺不压身嘛，当老师知识越丰富越好嘛。啊，有道理。来，咱先吃馅饼，吃完以后你好好辅导辅导我啊。艾松，嗯，再给竹子打个电话吧。不用打。我跟你说了吗？她就是小女孩性格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爱竹心里是爱你的呀。爱，肯定是爱，但是手足之爱。那手足之爱会吃醋吗？燕子，我跟爱竹之间的关系啊，我真的认真分析过，很复杂。说到根本上，我们两个人感情基础还是亲情，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有的时候呢，还会有一份非亲男女的感情存在，所以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会吃醋。那竹子要是跟其他男生在一起的话，你会吃醋吗？说呢，多多少少吧，心里会有点不舒服。你们俩这关系啊，真特殊，走不近，也离不开。特殊，真的特殊。哎呀，哎呦呦，哎呀哎呀，哎，齐了啊！哎，哎呀，小子啊，你会来事儿，知道你大哥今天生气了啊？哎呀，要是这点事儿也扛，那我不就太不懂事儿了？不，张三儿。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离那个小崔子远点儿。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他是赵金志的心腹。你说你成天跟他在一块儿，你哪句话说的不妥当，我告诉你就得让人抓住把柄。把柄？你有什么把柄啊？不，你啥意思，张三？啥叫我有什么把柄啊？咱俩干的那些事儿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全是把柄。
咱们俩干啥了？我张三，你跟我玩失忆是不是？你没吃回扣吗？你没虚报采购价格吗？这不都你干的吗？是我干的不假呀，我亏待你了吗？王科长，你是没亏待我。这你吃肉啊，我喝汤，这抛头露面出去扛雷的事儿，不全都我干的？要不以后你吃肉，你给我块骨头呗，这光喝汤也吃不饱啊。张三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病？什么玩意儿又肉又骨头又汤的？王科长，我可以给你当小弟啊，也可以给你当狗腿子，给你扛雷，但你不能老拿我当傻子，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那你就跟我说说，最近在那个酒瓶子上、苞米还有高粱上，到底拿多少回扣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你告诉我那不是假的吗？啥是真的？啥是真的？啥是真的？哎，蓝大哥，你不够意思啊！我这次给你这么大个单子，怎么就给那么点回扣啊？老弟呀，你这话从哪来的？我还让那老规矩办呢，5%的回扣啊！蓝大哥，你这钱都给谁了？我一分钱没看见呢。我给谁了？你还用问吗？老弟，你还是找你们王科长吧，好好跟他说，看看能不能多给你分一点。哎，你可别说咱俩通过电话啊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说。王科长，不想说点什么吗？你敢跟我玩这套？姓王的，咋的？把我手机给我捡回来，摔坏了我弄死你，信不信？你敢弄死我？你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来，你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动你一下是吗？我。动你一下！刘厂长，哎，这儿啊就是酿酒车间，里边那个是酒窖，那个房子是仓库，这些啊都不用我介绍，您呢比我都熟悉。哎，老齐，你这雇了多少人呢？哎呀，这常干的也就十几个，不过我这一天呢至少能出600-700斤酒。哎，再说你也知道，我这酒口感不错，卖的挺好的。齐老板。你这个酒厂干不下去了是不是啊？可不是嘛，我老婆这一病啊都给我造完了。啊，那你是想把这个酒厂卖了？那有人买吗？那要是有人买，我当然愿意卖了。我现在是急需用钱呢。啊，那你要是卖的话，你要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这要是卖的话呀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这房子啊是我搁村里边买的，你们每个月啊给我点房租就行，再就是还有一些原材料和设备，关键是这执照不好办。不是，你这样，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，你要多少钱？哎呀，10万，你给我10万我就卖了。老齐，你这酒厂10万不值吧？这哪值10万呢？徐厂长，要是您买的话，价钱您喊啊，你也懂行。你出多少钱我都卖。5万，就5万吧。这5万有点太低了。姐，要是7万块钱你卖吧。7万多吧，多。那7万行，7万就7万，卖给你许厂长，我这也算是给酒厂找了个好人家。我呢也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，那行不行呢？我们俩还得回去商量呢。对，这事我俩回去肯定要好好商量商量。明白，那我就等你们信儿呗。啊，行。行。好，我这个劲儿啊，还真的是不错。再看看这边，这个是公司法，这个是民法总则。回头啊，你跟二姐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呀，好好结合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您放心，这两码说，我肯定把它吃透了。燕子，我现在发现啊，做任何事情要是不懂就去做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哎呀，幸好有你。哎，我二姐说聘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，你可真的来啊，帮我们老韩家这一步步都把着点儿。还有一个事儿，
赵金志如果非得让我们退股的话，他有这个权利吗？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签退股的约定吗？退股的约定没有吧？我记得我们只是签了入股的协议，没有退股约定。那他就没有这个权利，而且如果退股的话也得有人接啊，没有人接的话，那股份制的形式就不存在了。明白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。真的是燕子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艾松，艾松，永明怎么来了？他来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是怕他，他小心眼儿，你去艾叔那屋躲一躲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是躲的话，那就真的说心里有鬼了。别他小心眼儿，你还是躲一躲吧。啊！永明。怎么样？这么晚了，哦，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们这烙的馅饼，我给你热点去啊。韩松，啊，馅饼我就不吃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俩。去给我做一个夫妻肺片吧，啊！永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没那个菜啊，你要想吃馅饼，我现在去给你热。别人告诉我你俩的事儿，我本来还不太相信，打算来问问你。现在好了，不用问了，一句成语。一目了然啊，永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话都说到这样了，你的智商不至于这么低吧？你们俩先聊吧，我回去了。你别走啊！你走了，那怎么聊啊？坐啊。韩松，嗯，那天在后边那张沙发上，我是不是求过你啊？求过什么？我是不是求你去帮我做许燕子的工作？对，你是求过我。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啊，永明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咱们三个都坐这儿，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，你说不明白的，我帮你补充，好不好？再说你进来之前，我在找角度啊，我一直在跟燕子说，我只是效果不太好。效果挺好的，我都成死角了。永明，你有事说事，别阴阳怪气儿的。我是要说事儿啊，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。永明，你好好说话好不好？燕子到我们家，燕子到你们家，春天就来。